现在变热了，手机就会变烫啦。昨天以前还不会哦，昨天以前我的手机还不会烫哦，是今天开始，我刚刚摸就烫烫。就要换手机啊！你刚刚没有看我把我的最新手机拿出来吗？明天就换这个了 ，Reno 11，还没开户哦。我用续约的，续约四年，绑四年，不用钱 ，No money。他把钱就卡在那个月租费上面，我的月租费很高，我的月租费999，绑四年，等于他空机是17000啊。对啊，当然是用新手机直播啊，啊不然新手机画质一定比较好啊，当然是用新手机直播啊。我刚刚算过。他空机是17000，然后呢，我的月租费是999，他正常的月租费是499，所以贵500块。四年的话呢，还好啦，反正手机是那种手机是那个要太换的东西，所以无所谓，手机是太换品，没差。对啊，买空机比较划算啊，因为我这样换算过来，我四年的月租费等于买这只手机是买24000，24000跟17000差了7000块，四年差7000等于一年差1000多块，一年差1000多块等于一个月差100多块，所以我觉得还好了。一个月差100多块，我觉得我无所谓，我不要抽烟就好了。我一个月才差100多块啊，我不要抽烟，我一个月不要抽烟，就回来了，是不是？我只要一个月不抽烟，就我两个月不抽烟就省回来了，反正我也戒烟了，无所谓。省回省下来还有赚，还多赚2年。哎呀，等于用那个叫什么？我最近常常忘记那个名词啊，对啊，用绑约的四年等于空机24000，还好啦，还行。哎，陈英九，那你有没有加我的抖音呢、啊？你有加我的抖音吗？你要买什么牌子的？你要买，你是用 Apple 的对不对？你要买 Apple 15啊？哦，你要买 A15，哦，那一台不是40000多吗？一台40000多块，哦，有钱人，一台40000多块的手机也买得下去，我真的佩服你们这些国民。安卓的手机也可以用很久啊，安卓的手机我还没有用到坏掉过哎、欸。
那你跟我不一样，以前我买过一只，我以前买过一只 Apple 的手机，那个时候是 iPhone 4的时候，我买一只，买第三天我就拿回去退掉了，我就换安卓的，因为那个苹果的我真的用不习惯，它的操作界面跟下载东西，对啊，很麻烦啊，哦，全部都要插电脑，我受不了。我还是习惯用安卓的。连下载个音乐啊，哎呀，你没有看过《沙巴大拳头》是不是？沙巴大铁拳，他那真的很多东西很不方便。现在有没有比较人性化，我是不知道。现在应该有比较人性化，不过我还是习惯用安卓的。我有用 iPad 的 ，iPad 我就用的还蛮习惯。那 iPhone 我就不知道了。现在 iPhone 跟 iPad 应该是一样的了，因为我在用 iPad 2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已经不晓得到 iPhone 已经不晓得到几了，不一样啊！我那时候用 iPhone 4的时候，还没有 iPad 这种东西啊。那我用的 iPad 是 iPad 2第二代，所以那时候应该已经到 iPhone 8或者是10。的时候了，应该已经改版很多次了。那时候我就没有在用 iPhone 的手机，所以我不知道，应该已经改的跟 iPad 是一样的，那我就觉得还 OK。 只是我觉得 iPhone 一年出两次新机太坑了，真的是坑死人欸。下次考虑买 iPhone， 一支4-5万、欸、一年一次哦。我下次如果有机会拿到 iPhone 的话，我再借别人的 iPhone 来玩玩看。我看看我习不习惯，不然买了又要拿去退，又要亏一笔钱。但是好险，之前我去那我买 iPhone 的那个店家是我很熟的店家，他才让我直接这样换。你想的真好啊！真会想，想象力丰富。有啊，有可能哦，不是不可能哦，说不定哪天。我出名了，你还是我的老铁，我送一只 iPhone 给你有什么关系？对不对？我很大方的，但是要等我出名，等我出名了以后。我也想赶快出名啊，赶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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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越快越好，再不快我怕我的蜡烛快烧光了。人哈、哦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最重要的就是死后留名，知道吗？死后留钱没有用，死后要留名才有用。就像李白，
一块钱也没留下来啊。可是哎，李白就是那么出名，对，死了留很多钱都没屁用，死了 要留名声才有用。哎，我可不想等到死了才出名的，不行不行，我要在有生之年就出名，我要来感受一下出名的 feel。其实如果我早十年干这个行业的话，也许已经出名了。太晚，有点太，真的太晚了。哎呦喂！这行业已经要饱和了、哦、不会了，不会饱和，这个行业绝对不会饱和的。为什么呢你知道吗？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你像很多行业都会饱和，比如说修车的啊，或者是卖衣服的啊，或者是很多抢梦的行业，做一样的东西的行业都会饱和。但是人，关于人这种东西，因为每一个人他的特色不一样，你懂吗？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色，所以呢很难饱和啊。就像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刘德华的意思是一样的。你懂我在说什么吗？就好像，就好像我就拿汽车来比喻好了，能够互相攻击的都是大厂跟大厂之间，譬如说 Toyota 跟你上，他们可以互拼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？那是因为他们做出了个人品牌，但是他们旗下的，他们 Toyota 下面有什么车，尼桑下面有什么车，没有人知道啊。他们只知道尼桑跟 Toyota。对啊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啦，所以不会饱和，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有人喜欢，说不定有人就喜欢万宝路，有人就喜欢半吨兄弟啊。懂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呢，很多传统产业做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。既然那他们做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没有竞争力了。唯一的竞争力就是销价竞争，就是比谁便宜而已。那就完蛋了，那就挂掉了，那就死定了。了解吧。悟性增高，聪明人，你将会是第二个比尔盖茨，那我是第二个巴菲特。以后我们一起进入名人堂。我们的心情啊。
天气要热起来了，我又想运动，可是又太热。我要把我的肩膀还有手臂练回来，要练回一倍大，很难呢。不晓得要怎么练，我真的不晓得要从何练起了。一倍大哎，要怎么练？如果真的练起来，是不是脸也会肿起来？那就不好看得了。现在这个比例应该是最 OK 的比例了。如果再肿一点就不好看了，再猫一点也不好看。现在这样是完美比例，所以我很怕我的脸变形。拉雅的应该还好吧，扩胸而已，脸应该不会肿。我在想哦，如果我去找那个志同道合的人呢，比如说志同道合的那种摄影师有没有？然后我就跟他讲好没有薪水的，然后如果有赚钱，看要怎么分，不晓得有没有人会答应。或者是企划人之类的，应该没有吧？这么惨哦。不一定要我出镜啊，就是互相都可以出镜啊，两个人都可以出镜啊。我也可以当摄影师啊，他也可以当摄影师啊，互相拍啊。因为这种要两个人比较好做啊，对不对？新人也 OK 啊，慢慢学啊。可是要去哪里找这种人？这个问题我之前就想过了，可是我想不到我要去哪里找这种人。最好还是会唱歌的，刚好跟我的兴趣有合并到。如果是女的的话就更好了，刚好可以唱男女对唱。不过呢，基本上这只能想想而已，你也找不到这种人。再怎么样也要用请的。一个月要花个一两万块，应该找得到哦。那周休二日，然后两万块，就负责摄影，还蛮简单的。
如果他比较聪明的话呢，就会想要跟我用分的，用分论的。头发一直掉下来啊，因为我昨天才洗头，所以又是这种很讨厌的头发。去抢劫啊！你哪里抢啊？我想说你怎么不见了？原来是跑去抢劫了。厉害！你是一期的十大抢劫要犯第一名。新主播你好，早安。对啊，现在红包超难按的。我上礼拜我按了十几包，我按不到了，一块都按不到，气死人。现在红包虽然半个小时发一次，不过按不到有屁用啊，气死人嘞。新主播早安啊，早安啊。我按到镜像了。哎呀，越改越难抢，而且他好像都是给那个
机器人抢到的几率比较大。那种抢到大包的人都是没反应的。反正抢红包本来就不是我直播间的强项，无所谓了。来我直播间抢红包的，就真的是纯粹抢红包而已，没有一个是因为抢红包再回头过来看我的，没有哎、欸，从来没有哎、欸、，never， 头发乱了。对啊，我特点就是我有铁粉。奇怪，为什么我会有小九九变成我的铁粉呢？我也很纳闷呢。通常都是女生才会有铁粉，对不对？可是我，这就运气哦。褪黑哦，褪黑是啊，芒果好像是，芒果应该算是公司的，我猜的啦。然后褪黑就不是，褪黑是真的铁粉。可是褪，怎么猜哦？因为芒果是从我一开播它就出现到现在的、啊，然后褪黑技术是后面才出现，而且芒果的等级那么高。然后推才没几集而已啊，很容易分辨啊，看等级就知道。其实我的铁粉还不少，只不过你们都会错开来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常常会错开。我有，那不然呢？要不然你当我这里面是装水泥是不是、啊？我最喜欢就是动脑了，我不喜欢动手，我也不喜欢动口，我只喜欢动脑而已。我可是 IQ 超过130的男人呢、欸。应该怎么讲？应该是讲我这个人哦，有一个特性，我的特性就是我观察入微，我在看事情，我会看得很细很细，非常的细，就跟拿显微镜在看东西一样。啊，不是我特别想去这么做，是因为我一看到东西，我就一看到我大概就知道这个是，就看得很透彻，就是。像我常常在猜电影，没有看过的电影，我只要看他的头，我就知道他是什么结局了，或者是他等一下会说什么话，都会被我猜中。
哎、欸，也不是讲猜中，应该是逻辑推理推中。你知道吗？天蝎座最适合的工作是什么、欸？哎，天蝎座最适合的工作是小说家或者是侦探。007，推演的。所以很少有事情可以瞒过我的眼睛，我一看就知道真假。心碎你都，昨天草心花开，都是梦，都是梦，都是梦。就算花谢花开，都是风，都是风，心碎你都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哎，老九九，你又去哪里抢了？可恶！再去抢一个。你开随机带，哇，这么拼啊！哎，牛逼！这是念牛逼吧，对不对？牛逼！谢谢你的点心呢。那个500块，是不是？那是500的礼包吧？是吗？没错吧？哦，500了。嗯、啊，要追了。哦，99。哦，哎，99的礼包在哪里？哦，在下面。受嘎，没关系，下次89把它抢回来。我已经把那个，我已经封锁了大概40-50个人了，那种那个只会进来抢红包，然后都不说话的那种，我都把它封锁起来，所以以后我们自己人抢到的几率提高很多。我都有在锁，以前我不知道啊，后来有人跟我说。那些都是机器人进来抢的，这不短吧，把他们锁起来。我后来就一直在锁，一直锁，一直锁，一直锁，疯狂锁。反正那个不讲话，没有啊。啊他们第一啊，他们就是单纯来抢红包的而已。第二，连抢到89都不讲话，不然也投个投票礼嘛，对不对？这种人，我要也没有用啊，我。怎么分辨他们是不是机器人呢、啊？我不分的，我不会分。不过那个希尔老师会分啊，他知道啊，他100多集啊，100多集的玩家，他以前也是主播，现在没有播了，现在他就是看而已。他都会打名字出来给我、啊，告诉我说哪个是机器人，哪个不是机器人。不过有时候会失误啦。有时候，上次他就把 Nico 的名字打出来 ，Nico 差点去死。他有时候会失误啊，不过大多数是没有用的人，是真的完全没有用的，我都把它封起来了。尤其是那些日本名字，名字是日本名字的那种，特别没用。那个我也知道，因为。因为他如果是日本人，
我们跟他语言根本就不通啊，我留他干嘛？你说希尔老师啊，我也不晓得，因为我已经，我上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都没开，他可能不晓得我今天会不会开吧，所以没来，明天可能会来。希尔老师也变老铁了，他来我这里一次，来一次，就连续来十几天了。蛮屌的，就那天我在讲前女友的那个前女友的故事的时候，那天他有来，他不是还说想要捶我吗？一直在画面打说要揍我，结果连续来十几天，太好玩了。他应该明天就会出现的。哎呦，我现在第九名呢，人家说不定有红包哎。抢个两包也好，对不对？小九九，你看，现在要进红包榜真的超简单的，你就丢一点点给我，丢一点点给我，就进榜了。以前好像要丢很多，现在只要丢一点点就进榜，现在是没有人再丢一期了，就对。对啊，以前要丢很多哎，现在只要丢不用超过500就有了，不用超过500块就可以进了。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那我就尽量不要升级了。每个月的主播都差不多一样多吧，主播还有分大小月哦。应该没有吧？哦，是哦，暂停收主播，暂停收主播对他们又没好处。哦，有嘞，主播太多底薪一直发，他们会受不了。有道理，应该是这个问题，没错，没错，你跟我一样，都是会动脑筋的人，放心，我不会跑的，我应该会播完一年。我至少会播完一年，因为我跑了，我也没地方可以播啊，我有签约了，所以我只能播完一年。不过我会继续在 YouTube 跟抖音发展那种不签约的东西，就是。哦，小舅舅，冲啊！有了有了啦，我们等一下有红包抽了，剩下一分钟，啊靠，要11名，被压过，没关系，我们明天再抽。现在变失忆，最后几十秒被冲过去，气死人了。
有吗？哎，第十，哎，赞哦！好嘞，嘎子，好嘞，嘎子。哎，那我刚好可以过个任务嘞，哎。我今天搓粉丝，我才搓了一个人而已。哎，赞赞赞！小舅舅很棒。月月子，月月子来了，可是月月子从来都不讲话。月月子，月月子每次都来看，可是都不讲话。阿姨，月子，月子，我看过你好多次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第一次送点心给我，晚上好啊，我看过你好多次了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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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次，你是第一次有反应呢。就搓一下啊，各位，过个任务，再不搓我就没有任务可以过了。哎，月月子好像是主播的样子哦。这个寻小蕊连续报道了八次，蛮屌的。可是为什么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？寻小蕊，来来，这次红包只有两包，加油啊！屏气凝神，我要专注一点。希尔老师，空包啊！我们刚刚才提到你，你就来了。我们十分钟前才提到你而已，你就出现了。你问小九九，我们刚刚在提到你啊，说你怎么今天没出现，你就出现了。哎，抢红包，抢红包，手放上去，抢红包。哦，我抢了八块。耶、yeah。没想到，哎呀。恭喜 ，maybe 要判开 ，maybe 要判开 ，maybe 要判开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鸭蛋一颗啊，等一下就有，还有一包，加油，各位努力。月月子是主播啊，我有追踪你啊，嗯，对对对，没错，最后一包加油啊！哎，现在不能开那个嘞，现在不能开投票嘞。好烂哦，他把投票改掉了，不能投票了。
你从昨天晚上讲到现在，老师你疯了，老师投票坏掉了，投票坏掉了。Yeah.